sink back when through all this weakness and sorrow, chasing a dream till it starts. All the subtle things you can't erase, memories they lead my life going on. You make my heart beat, it travels from silent darkness to starry night. We hold our hands back to the home bay. I feel love, I just wanna keep a promise. I feel us, we're slowly falling to my arms. You're the one in my life, baby. You make my world so perfect. Stars miles away,我现在终于可以回答你了。我喜欢你，我希望我未来的日子每一天都有你，还有我们的全全，好吗？心情你忘了吗？我们的故事在五年前是有结局的。这段时间的相处，我也经常会想，我们有没有可能重新开始。那天早上你跟我说那些话，我愿意用我一辈子的时间来偿还你。你能不能再给我一次机会？向日葵的话语是期待重逢的爱。看到你缓缓向我走来，给我戴上手链，我真的很开心。我知道这一次陈家俊的事情，你气我，你气我没有第一时间站在你身边，你气我不信任你，可这些我都已经向你解释过了。我知道，我冷静下来之后，我能理解你的立场，我也接受你的道歉。那是为什么？因为我害怕，我害怕我们再一次开始之后会继续重蹈覆辙，我也害怕我们会一直活在苏甜的阴影里。我和他之间没有任何男女之间的感情，这个我相信。但是心情，你可以保证这是你最后一次因为这件事情归咎于我吗？我只是没有办法接受这件事情，它永远像一个不定时的炸弹一样埋在我们的心里。我也不想我们一次又一次将五年前的伤口重新撕开一遍，我真的承受不来。从今天起，我们就只是全全的爸爸跟妈妈，除此之外不要再有任何瓜葛。
是不是忘了我是男孩子了？这明明是女孩子用的包。全全，你看这个花纹不是挺好看的吗？妈咪走的时候太急了，没时间给你挑礼物了。但你看你这个包包，你可以送给欢欢或者暖暖，对不对？我已经不喜欢欢欢了，我现在喜欢的是猪猪姐姐。你这么快就换了，真是看不出来你是一个小海王。可是猪猪姐姐要嫁给周爸爸。什么？嫁给谁？周爸爸。这信息量有点大呀。别瞎说啊，猪猪姐姐乱说。猪猪姐姐谁啊？你女朋友？哎，吃水果。哎，猪猪姐不对劲啊，你这个铁树也开花了，漂亮吗？多大呀？喜欢你吗？你喜欢他两情相悦？你是我妈呀，调查户口。这不是关心你吗？我作为你的好朋友，从我认识你到现在，你就没谈过女朋友。我其实还以为你不也一样一直单身。你会不一样，他还有新奇。对，我听曹木说你跟新奇在上海吵了一架，他也没跟我细说。怎么样，和好了吗？这次彻底说再见了。到家了吗？这几天累坏了，好好睡一觉。给。谢谢。你跟新奇真的结束了？这次真的结束了。我承认确实是有一点难过，但是我会想办法撑过去的。毕竟生活中重要的人、重要的事有那么多，爱情也不是生活的全部嘛。说的真好，我认识的那个敏慧又回来了。你认识的敏慧什么时候走的？是我表述有问题，你一直都没变。你上次不是说新奇来了以后突然让你意识到全全一直渴望一个爸爸吗？那现在怎么办？这么多年一直单身，除了新奇之外就没想着找一个？找啊找，这不没找到合适的吗？你想找什么样的？说来听听，说不定我能帮你参谋参谋。首先是得两个人聊得来吧，待在一起的时候很舒服，不会觉得尴尬。然后不希望两个人之间互相猜忌怀疑，那当然前提是要对全全好。你这说的不就是我吗？你该不会暗恋我吧？我泼你脸上。但我说真的啊，我身边好多情侣都是朋友发展来的，就搭伙过日子嘛，也挺好的。那哪里好啊？你想想这辈子这么长，我可不打算现在就妥协。你也不行，你不是还有猪猪姐姐在等着你吗？睡了吗？全全睡着了吗？亲爱的，明总，新总已经在里面等你很久了。新总早。你昨天为什么不回我微信啊？
一般休息的时候我不会回工作上的微信的。我找你不是工作上的事。那就不好意思了，信总，因为我们现在只是工作上面的关系，所以对于工作以外的事情我没有义务回你的。还有别的事吗？如果没有的话我要上班了。大业集团的廖总晚上想约您吃个饭，说是要聊一聊合作的事儿。他能有什么合作呀？每次跟他吃饭除了喝酒就是听他吹牛，跟他说我没空。我回来了，现在在你家门口。你换密码了？张贝贝，哎，跟廖总约个时间，约个好点的餐厅。哦，好。你在哪儿？我去找你。还敢来找我是吧？有些话我想当面跟你说。秦总，我们最近给 MIST 的进展做了一个详细的一个报告，给您看一下吧。嗯。首先是阶段性的测试，其次是项目成果展图，分为一二三三个板块，最后是数据分析总结与讨论。以上呢都是我和敏慧姐为首的讨论小组研究出来的，大概情况就是这样。嗯。来，您看一下。敏慧，敏慧，机器视觉、语音辨识、深度学习这几个所有的板块，然后运营方案呢有这些形式。哎，辛总，您来了。辛总，给大家带了点下午茶。啊，谢谢辛总，谢谢辛总。先中暑啊！看来敏慧姐这回对你是真的死心了，她现在看你的眼神就跟看个陌生人一样。那肯定还是略有不同的。你谈过恋爱吗？这话说的，谁没谈过恋爱呀？你谈过恋爱啊？你跟谁谈的呀？谈过几个呀？什么时候谈的？就一个。哎，不是不是不是，我这大一一个，大二一个，大三一个，毕业后一年一个，但是后来跟了你以后就没谈了，没时间。来，哎，坐。我讲讲这个嘛。不太好办呐，二弟啊，一年没加薪了吧？啊，要是这么说的话，这个其实就很简单了。我之前看过一本书，里面说呢，烈女怕缠郎，意思就是说……哎，不行不行不行，死缠烂打不是我风格，性格不符。都什么时候了？那现在是你的形象重要，还是追回敏慧姐更重要？敏慧姐，她就是典型的遇强则强型，霸道总裁那一套对她不好使。
反而是死缠烂打，可能还有点效果呢。还有啊，你们俩之间还有一个小全宝呢，他就算再想跟你一刀两断，那也不可能啊。好像是有那么点道理啊。那当然。哎，你看的哪本书？女大佬家的小娇夫，里面全是干货。哎，不是，老板，对不起，对不起。哎，行行行，我以后再也不看这种没营养的书了。我现在就去把他们全就买这本书，有多少本买多少本，要是有上下两册，全给我弄过来。啊？明白了，马上去。女大佬家的小娇夫。圈圈，去开一下门。谁啊？快递吗？不是快递，是新奇。哎，正好我也没吃饭呢。怎么我不在，你们这伙食水平直线下降呢？辛总，我在家就不要这么叫我了。圈圈，想我没？想。快快快，一会儿凉了。哎呦喂！有点辣，多吃点啊，别客气。来，儿子。嗯，圈圈。嗯，一会儿咱们吃完饭去看电影好不好？哈尔迪说新上了一部特别好看的动画片。好，我好久都没去看电影了。敏辉。嗯。我们吃完饭吃好不好？好。圈圈干嘛呢？没干嘛。快吃菜啊。还是这个家常菜比较香啊。儿子，来，娟娟，上车。来，上车。来，上车。哎，按照我们的协议规定，每周你可以见全全一次，今天就当做这周的份额吧。如果晚上他想住你家的话，你提前给我发消息就行。你不跟我们看电影去啊？我答应了全全跟你去看电影，我没说我要去。心情。我希望我在石安镇说的话你都听明白了。我听明白了，但是我不认同，所以我才要向你证明，你敏慧是我心琪唯一的女人，过去是，现在是，未来也是。可是我已经不喜欢你了。那我就想办法让你重新喜欢上我。随便你，反正时间是你自己的，你愿意浪费就浪费吧。哎，我叫的车。哎，你干嘛去啊？有人帮我带孩子，我肯定约会去啊。哎，敏慧啊，你又懂了？我不懂啊，嘿嘿。你回来了，找我干嘛？我知道你对我有误会，我今天是特意过来跟你解释的。我都一天没吃东西了，你能不能让我上去耍？
我想你了。你站那儿别动，跟我保持安全距离。说，为什么不接我电话，不回我信息？我误会了敏慧姐，害死了我金姐姐。但我一想到你们关系那么好，我就不知道该怎么面对你，所以我……所以什么？所以如果这件事情查不出来，你就打算跟我分手？我没有，我是害怕你不再理我。那我开车撞了你呢？你故意撩我，以我男朋友的身份住进我家，还让我介绍敏慧给你认识。你敢说你做的这一切不是为了调查你姐姐的事情吗？我认识你真的只是一场意外。天底下哪有那么巧的事啊？我早该看出来了，你接近我是有目的的。我怎么？你放开我！陈家俊，我发现经过这件事情，我根本就不了解你，你也不了解我。我最恨别人欺骗我。东西我收拾好了，希望我等一下回来的时候不会再看到你。不是，走走。敏慧生气啦？你怎么知道啊？拜托，你刚刚一直想跟敏慧发微信，最后还是没发，心虚。敏慧说了，你还小，不能喝这么多冰的。对。对。你说敏慧在干嘛呢？跟谁约会？是不是周如姐？我怎么知道？他们又没跟我说。你想知道？你知道？嗯，喝两杯，回头让敏慧知道了，不让我带你出来了。不是酸奶，手机啊。要手机干嘛？给谁打电话呢？喂。周爸爸，你在哪儿？我在医院值班呢。怎么了？这是谁的号码呀？这是我爸爸的号码。没事，我想你了。你要好好工作哟，爱你。不愧是我儿子啊，真聪明。不过你以后不能再说想他了，爱他也不能说，你只能说想我，爱我。最多加个敏慧，听见没？知道了，小气爸爸。那敏慧和谁在约会啊？我今天真的不该接你电话的。我不过来，你不也是一个人在这买醉吗？好可怜。乔木，我都跟你说了，陈家俊不可能是那种人。他要是要调查我的话，他直接勾搭我不就行了？他干嘛绕这么大一圈先勾搭你，再接近我？他看起来真没那么有心机。那可能觉得我比你漂亮吧？哎，我能打死你吗？其实你自己心里也知道，陈家俊不是那样的人。那你现在到底在作什么呢？我就是生气啊。他有那么多时间和机会可以解释这件事情，他为什么不说呢？一直在调查真相，把我放在哪儿了？这一点呢，陈家俊确实是做得不太对，但是也没必要非要分手吧。其实我就是觉得我太在乎他了吧。在乎不就对了吗？当然不对了。你知道最好的两性关系是什么吗？亲密而独立。什么意思啊？就是两个人相互喜欢又没有那么喜欢，在一起的时候呢很开心，不在一起的时候能有各自的生活，这样才对。你的意思是只能喜欢一半？我的意思是在任何时候要爱自己胜于爱另外一半，这样才立于不败之地啊。你这不是谈恋爱吗？又不是打仗，干嘛非得分个输赢？
谈恋爱有时候就是在打仗啊。那我不太赞成你的观点，但我非常支持你的决定。既然呢，现在一切又回到了原点，那我们就来庆祝一下我们美好的单身生活。我可不会空窗太久的。行，敬我的单身生活行吧？给我来个烈的，我要找更帅，找更小的。对不起啊，信奇哥，要不是因为我，你和敏慧姐也不会闹成这样。我今天特意准备了这些向你赔罪。跟你没关系啊，就算没有你，我跟他迟早也会出问题。他说的对，苏田就是我和他之间的一根刺，这根刺要是不拔掉，我们最后也很难在一起。你说女人怎么就那么奇怪，又那么善变？前几天还好好的，说分手就分手。这事你别问我呀，女人这方面我跟你一样，我了解的也不多。玄孙，你为什么叹气啊？你们是不是想让他们原谅你们啊？问我啊，从小就跟他们长大，他们喜欢什么，讨厌什么，我都知道。那你说，怎么让你妈咪回心转意啊？我每次跟敏慧生气的时候，只要三个叫哄一哄就好了。我忽然觉得晨晨说的也有道理啊。哥，要不我们俩结盟吧？你看啊，敏慧姐现在不理你，但是她理我呀。曹木现在不见我，但是你在她面前说得上话，我们俩结盟，互相帮忙，事半功倍。就这么定了，追爱大联盟成立。这名字是不是有点土啊？土吗？我们家曹木说了，这个世上没有任何错误是一束鲜花解决不了的。如果不行，那就两束。你送的花越多，那就成就越大。我保证敏慧姐看到你送的花，一定会心花怒放。啊！那个菜仔啊，我办公室怎么回事？早上送花那花店人说，你知道是谁送的？我怎么会知道？佳佳，啊，你喜欢？很难不喜欢吧？你不会也喜欢吧？很难不喜欢。哦，你们都喜欢。太好了，全部都送给你们。我要两束。来，都拿走。见你再见。这个我也拿。拿走，谢谢。我要这个。谢谢。走。明慧姐，我的花。给你，拿去，走，上班。我们家曹木还说了，任何一个女人都拒绝不了一个会说情话和体贴的男人。明总监，你的快递。谢谢。用它喝水，水也会变甜。因为都是我满满的爱，大胆说出你对他的关心，不要吝啬，他一定会非常感动的。都9点了，他上班也不会迟到，应该不会没收到吧？花收到了吗？美美，明总监，怎么了？我
无论你需要什么，你都得自己开口，不然谁也帮不了你。我能不能调到研发二组啊？你想清楚了。明总监，我能力真的不差的，如果你答应我，我一定加倍努力工作。我不用你加倍努力，你只要做好自己分内的事情就可以了。那你是答应我了？不过光是我答应也没有用，必须得定义风肯放人才行。这样吧，你先去写调岗申请，其他的我想想办法。真的，谢谢明总监。去吧。智能峰会，群雄逐鹿，百安或成业内新贵。看来这些记者的嗅觉还是挺敏锐的啊。哎呦，抱歉抱歉抱歉，我这个手机啊，从峰会结束以后它就没消停过。那当然了，百安之所以能有今天的成绩啊，那全都是在您英明领导下取得的。米慧啊，哎，你的这个心脏 AI 建模技术得到了与会同行还有业内专家的高度赞扬。明天我有一个医疗周刊的采访，你跟我一块去吧。何总，采访这种事情您一个人去就可以了呀，您就代表了我们百安了，不需要别人。您如果是需要找个人帮您拎个包倒个水什么的，那我去就行。人家采访要问的是心脏 AI 建模的技术内容，你能说明白还是我能说明白？辛总好，这边请。金总好，明总在开会，带我去见你们明总监。好的，这边请。我今天提议大家来开这个会呢，是有件事情想跟你们商量。好，你说。金总，金总啊，不好意思啊，何总，我正好路过，啊，听说你们正在开关于心脏 AI 建模技术的会。就想上来听听，不妨碍您吧？当然不妨碍，您坐，您坐，你坐，您坐。哎，坐坐坐坐坐，继续。好好好。你在学校一定要乖乖的听老师的话，下次猪猪姐姐就去找你玩，好不好？你一定要记得我说的，要是有漂亮姐姐敢靠近你猪爸爸，马上跟我说。嗯，我们芊芊最棒了，干啦。你就不能把你电话号码给他，每次找你都得打我电话。那怎么行，这是我和全全之间的约定，不然我哪有这么多借口找你。怎么啦？没精打采的？没什么。哎呀，你跟我说说呗，满足一下我的好奇心。我只是突然好像明白了，你说是男二号的意思。在过去几年里，我一直以为敏慧是因为全全，才决定不再喜欢任何人。所以我也不敢对他说出我的真实想法，害怕让他为难，更害怕连朋友都没得做。直到新奇的出现，才让我意识到我错了。新奇又是谁啊？他是全全的亲生父亲。新奇的到来让我明白了，敏慧其实并不是不再喜欢任何人，他只是不喜欢我而已。哪怕他和新奇彻底分手一刀两断，他也从来没有考虑过跟我在一起。在他心里，我只是他永远的最好的朋友。就像你说的，男二号。打起精神来，周如姬，我那天其实话就说了一半。现在最流行的就是男二号逆袭，再说了，这些年一直陪在敏慧和全全身边的人是你啊，
你怎么能轻易放弃呢？你可是我姚子珠看上的人，怎么能输给别人呢？现在敏慧只是还没发现你的好。对，一定是这样。我们周医生这么好，而且你要勇敢一点，像我一样喜欢你就说出来啊，你不说人家怎么知道，你说是不是？你是让我表白？当然要表白啊，虽然我也不希望你俩在一起，这样我就失恋了，但我更不想看见你明明那么那么喜欢他，你却还没有告白就放弃了，我不想让你留有任何的遗憾。哎呀，好啦，你记住我说的话啊，仔细想想。我在这次峰会上面最大的收获呢，是认识了几个在国内外同样关注这个领域的研发人员，其中有几个人的思路和技术能力我都非常的认可。我在想，我们能不能开放一个类似于合作的绿色通道，让这些人以技术合伙人的身份加入到我们后续的研发之中。我觉得这样可能会事半功倍。我觉得没有这个必要吧，咱们自己的研发团队就有这个能力啊。再说了，敏慧，你给我打个包票啊。可是何总，我可是我觉得非常有这个必要。敏慧刚才说的那几个人呢，我都见过，都是这个领域的专业人士，当然了，可能各方面的能力比我们敏慧还差了很多，但是我相信如果有他们的加入，这项技术肯定能更早的投放市场。敏慧啊，关键是你这种合作最后这个技术专利它怎么划分呢？就是他们不是白安的人，你那样的话，你太浪费投资人的钱了。哎，增加人力成本，但是能有效的缩短研发周期，这个账我是会算的。何总最担心的还是这项技术的专利所属权吧？明总监，鉴于你和新总的关系呢，我想我还是得再提醒你一下，你是咱们百安的研发总监，那还是要以我们百安的利益为先，不然万一有人说这女人就是恋爱脑，你又该说我们不尊重女性了。丁总监，我这么做完全是出于对百安还有对投资人负责的态度，科学是没有边界的，你不能因为你个人的狭隘来影响到这个科技的进步，而且我觉得你可能挡不住吧。那何总，这位丁总监作为和敏慧平级的研发总监，他并不在这项技术的研发项目组里，为什么他会在这儿？还是说你们百安对于这项核心技术没有任何的保密机制啊？辛总是这样的，我把丁总监请来是让他帮帮忙。帮倒忙吗？我完全同意明总监的提议。那这样，明慧，既然辛总都这么说了，就去谈吧。谢谢何总，也谢谢辛总。啊，对了，我这个心脏 AI 建模组呢，实在是工作压力太大了，我想要一个部门助理，但是不知道丁总监肯不肯割爱。你要想招助理，你自个儿招去呗，你别碰我人啊。但是钟美美已经给我发了调岗申请了。哎，何总，我不知道这违不违反我们公司的调岗制度啊？当然不违反了。那就好。何总，大局为重。
是命运的绳索，吸住了你和我，像旧梦又触摸，被眼泪重蹈覆辙。当无悔的滂沱，大雨般倾盆降落，那一刻心都被淹没。